小西跟你简单说说那个玩法吧，就是现在你看到我有一圈灯在这里走动，这样走，然后呢这里有个中心，三颗灯的中心，其实就是这个灯走到这里，然后我瞄准它，当那个灯经过这里，我们就拍下按钮就可以打中它了。然后我现在投币给你看一下，它一共是有九关的，然后呢你看现在过来我打中它，它就爆了，然后就挑战第二关就可以获得四票了。如果再下来的话，我瞄准它再打，如果我提前按错的话，他就提示你哦，你失败了，那个灯在那里没打中他，然后就问你续币啊那些咯。